长得漂亮非好事，真美女儿好困扰。我真的有点不太懂哎，就长相如果漂亮的话，也是一种错误吗？可能在学校，就是有一些老师就觉得他们特别对那种长得漂亮的女同学，就是比较针对。像电话的话，接很多就是五号码打电话过来就听你的声音，常常半夜，就听了然后不讲话。高中的时候，我朋友就跟我说，我觉得我以后还是不要找你一起出门好了，因为都是你被推啊。今天晚上9点，爸妈熊很大。